漏到一个螃蟹，我钓到一个大鱼。我捞一个，到了一只碗兜，这个也钓。我捞到一个碗兜，嗯，我捞到一个碗啊，等一下，碗算了。一会儿我捞到了大鱼啊。里面有四个好鱼缸，捞鱼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啊！我钓住，我钓住钓鱼竿。那放下我不捞住了，妈妈，我钓住钓鱼竿。那、你把它写下来好了。又是一个贝壳，亮了，怎么钓到这么大一堆东西？大鱼也不要怕多，小鱼也不要乱手，看它这个是什么？这是小章鱼。小鱼也不要乱看它，万一它咬我们了。特别是螃蟹，看什么大螃蟹。这螃蟹怎么就抓来？它就。好，怎么一个苦瓜？苦瓜。